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警戒，离卸帐，善桥观察，普眼明彻，往欲十方一切果度，恭敬供养一切诸佛。善财童子啊，出参德云比丘，初禅的德云比丘跟他所说的法，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刚听完大觉十论经，大乘大觉十论也是大乘，但是跟这个华严境界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大家学完华严经了，咱们在社会上听，谈天说地很玄很妙，比华严经差得远了。而善财童子第一禅发了菩提心，这华严的初住境界，刚进入法界，说初发心时成正觉，初发心的这个心到最后成了佛，那个心是一个心啊，一个心。入世二心，初心难呐、啊。菩提心没有发，没有发菩提心，那像那一般的，咱们讲二乘境界，阿罗汉呐、啊，啊，那佛在时候那些大弟子，他就没听说发菩提心，没这个想法。但是《华严经》呢，告诉您呢，就是发心，发菩提心。当你发心，你的那个看问题看法就是见，见就是观，观就是眼睛，不，这个是眼睛见呢，形容观是心呢，普观一些境界。对，你用用你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必须信，是初信的信。眼的含义是什么呢？见，是见。见什么呢？见一切佛，佛佛入世，看任何境界相。这叫佛的妙用啊，普观，或者报身、化身，幻化的庄严果道，这都算上。咱们讲如来，如来如不动的意思，一切如一法，一切法皆是如，一如一切如，所有境界都变成佛的境界了，普观一些境界相。为什么呢？因为你见不同了，与佛的之见，看一些法，一切法都是佛的之见。那你与众生的之见，看一些境界相，
那一切景象都是众生，你观一境界相是烦恼，诸佛观一境界是幻化。所以说一观境界相就能离一切障，这是智慧观，感觉离一切障。离障呢，障是烦恼意、眼物意，不清净的。所以你观的一切景象，用这个观意在观上，说看一些法，对你看一些法，你怎么认识的法，一切法如幻，他跟你做不了障碍，那是幻化的、假的、空的，怎么能给你做出障碍呢？说是善巧观察，善巧是智慧，什么智慧呢？方便字，善巧观察，就是你用智慧的光明来照耀一切法，一切法的散相，一切有形有相的都叫境界相。因为你观一法入幻入影，你在这法上啊一点执着都没有了，什么一切法不跟你为你做障碍。观一法不见诸法之相，见诸法之性，一切障碍都除掉了，那这就是善巧观察。这个善巧观察升起了智慧，对，这个智慧呢是清净的，清净的智慧，说指导你行一切法，法法皆清净，没有染污法的。以这种智慧力量，你到哪儿去都是自在的，无障碍的。你自然的能到极乐世界去，到了这种境界，十方界佛国度你都能去，能够往你十方一些国度，能够恭敬供养一些佛，到十方国度就行供养。你说这个意义讲，咱们大家读到弥陀经，升到极乐世界去，升到极乐世界都是发菩提心的，都信心具足的，登了初住位的，所以初住菩萨他能往一十方示现成佛，也能示现八相成道。智慧眼呢，普观那个眼呢，那个是一体，以这法性本体而起的妙用，这个用啊即是体，因为用从体起嘛，体还归于用。当你见了法身体了，就能产生了无尽的妙用，能可以到十方诸佛恭敬供养些佛。假使你不依华严意，你在毕业读弥陀经说一生到净土，早晨在吃早饭的时候就到十方诸佛供养十亿诸佛，那就是这个境界相啊，也是华严境界相，能够往一十方去果道恭敬供养些佛。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你离一切境界相了，没有境界相，
没有一些障碍，而产生了善巧方便智。那没有人人悲剧的佛像啊，也跟佛一样的，哎，没有妙用啊，这就产生妙用了。普观一些经济相，就是你已经产生妙用了，没有障碍了。这个是由你智慧观察而得到的，普眼明彻。哎呀，常念一切诸佛如来，这个常念呢，不是假作意的了，不是假作意的了，这叫持，能持你的念。常念呢，就持之不舍，受持的持啊，把你的意念变成持。持的方法呢，怎么讲？大乘大的十论经说，要想得到念佛三昧，持。不念而念，不念而念就叫持。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说呼吸念佛，一呼一吸，阿弥陀佛，这是持，不是念。口里也不念，心里的一词。意思是什么？一切诸佛如来，在持念佛的时候，有持念一些法，总持一些诸佛的正法。一切诸佛都是正法，因为前头讲了，你观一切境界相，所有境界相，普观境界。离一切障啊，一切障都解掉了。这善巧是智慧观察，那所见的明彻，没有障碍，全是清净的。说往于十方国道，能常见一些佛，这就持，是受持，或者意持啊，意念的受持，那做不来。这就是种一切法持无量意，常念持念佛什么呢？念佛所说的教化我们的法，总持一些佛法，不是哪一件，总持着就不去分别了。凡是佛所说的法，总持而不舍。但你持佛一些法时候，就是见一些佛，这叫法身佛。因法而起的报化，三身一体，法报化的三身一体，即法即报即化，跟你这个智慧见相合，你的见有佛的之见，说常见十方一切诸佛，这个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说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在东方娑婆世界念阿弥陀佛，这是念一佛啊。或者在梦中，或者你在想象，一佛念佛，一佛必定见佛。你念一佛阿弥陀佛，当你意念时候，意就是思想啊，思想的回念佛，意念
等你一念佛的时候就见佛，那意念见，性见，常见十方一切诸佛，不止一方。咱们再举个西方的例子，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你都能见，并不是你到那个佛世界才见那个佛，是意念见。你还没到极乐世界去，就在那个东方世界，你就见着阿弥陀佛了。不要去，等你一念佛就现前。能见十方佛，以下就举所见的十方佛。所谓见于东方一佛、二佛、十佛、百佛、千佛、百千佛，一佛、百一佛、千一佛、百千一佛，诺由陀喻佛、百诺喻陀佛、千诺由陀佛、千诺诺由陀喻佛，加个喻，百千诺由陀喻佛。本来是百诺由陀，就是无量数，没有数字的，还加个亿。乃至见无数，不是数字，无数，无边，没有边际，无等，没有相等的，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把不可说说到不可说佛，乃至见阎浮提为神说佛，四天下为神说佛，千世界为神说佛，二千世界为神说佛，三千世界为神说佛，十佛刹为神说佛，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神说佛。这是你往东边观，东边啊，东方是这样子，南西北方四方嘛，南方也入世，西方也入世，北方也入世，这就是无量无边的佛刹，无量无边的佛，有十方都入世，一一方中，每一方，所有诸佛的种种色相，这个诸佛种种色相啊，大家可以这样想啊，咱们释迦牟尼佛是铜的，现在这尊像量不大，很小，乃至于量大的一丈、十丈、百丈、千丈，无量佛，佛佛入世，铜的、木雕的、木塑的，金子拿金子铸的，而且佛像各个不同。大家看过泰国的佛像、日本造的佛像、缅甸造的佛像和印度本身的佛像，各个方域所造的佛像各个不同。这像啊，有无量无边的像。相由哪儿来的？相由心生的。说这个柱子都是你微心识所现，十方诸佛都入世。不过德云比丘啊，跟善财童子一个一个的分析，总的说呢，有十方诸佛，有十方诸佛。
而祝福的种种宰相，祝福种种的形貌，而佛随众生相，他给这个中国众生现的相，中国人画的，把日本人现的像日本人画的，同是一样的像，叫种种像，种种像。还有有像佛必说法，说法必有庄严道长，乃至形貌神通游戏种种众会的庄严道场，种种的光明无边照耀，还有各个的种种果陀，种种的寿命，在印度降化现这个释迦牟尼佛寿命最短了，因为什么呢？随顺当时的时间，那时候人的寿命活八十岁是最长了，现在也如是啊。咱们中国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呀，这八岁就很长的了，但是跟极乐世界比啊，十劫，阿弥陀佛十劫，因此啊，随众生心，佛的种种寿命，可是随众生心的，不是佛要这样实现，教化哪一方的众生，实现哪一方众生的形象、寿命、生活习惯，每一佛说法都如是。让你慈念，慈，慈是一词的意思啊，受此一祝福，说你这样子来应时祝福，一念一时祝福。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说，是吧，这就是我修行的法门，你要发了菩提心，云何行菩萨道，常意念祝福，就是这意念的方法。我为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那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说，我就得到这么一个一念佛，这玩意行菩萨道呢，要入世行菩萨道，我就仅仅得着一个一念佛的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所以前头讲上那个就是一念诸佛境界通十方，通无量诸佛，这个三昧叫什么三昧啊？念佛三昧，也叫一行三昧。云何行菩萨道啊？我就这么行菩萨道的，要念佛，要一行三昧。那么你所观察一切佛的境界，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有三四说，有方位说呢，前头念那个十方一切诸佛，也有报身，也有法身，也有化身，法报化三身一体，种种相，相如海，海相庄严。
但是因为你发了菩提心，起了观照，你能观的心是智慧光明的，发了菩提心，以菩提心能观的心是智慧照耀的。你见着法门呢，普见性诸佛法门，普见性诸法门，所以德源比丘跟善财首童子说我就得到这么一个意念一些诸佛的境界，智慧光明，这个法门就叫普见法门。修行菩萨行呢，就叫一行三昧，或者叫念佛三昧和一佛三昧。同时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说，至于其他的法门我就不知道了，像其他了知一大一切的一个菩萨大菩萨，他们有无边的智慧，有很多清净法门，那还有其他的法门我没得到，我仅仅得到这一个念佛法门一行三昧。所谓自光普照念佛门，常见于诸佛果道种种宫殿悉然净故，这是德云比丘跟善财童子介绍啊，说还有智慧自光普照的念佛法门，常见于诸佛果道一报啊，种种宫殿悉然燃净，那这个法门呢是自光普照了，自光普照法门也是同于法报化三身的，是令一切入生念佛法门，随众生心之所要，皆令见佛得清净故，而观佛的三相身，能够得到清净，令难住力念佛门，令入如来实力增够，令难住念佛法念佛门，见无量佛听闻法故，照耀诸方念佛门，悉见一切诸佛世界中无差别诸佛法海，诸佛海共，如不可见出的念佛门，不可见出的见悉见一切微细境界诸佛自在实力共，诸与诸劫念佛门，一切劫中常见如来诸所实为无沾舌，佛事是不断的，常时入世实现利益众生，诸心十念佛门，一切是常见如来亲近同住不舍离故，诸一切劫刹念佛门，一切果度显见佛身超过一切无余等故，诸一切事念佛门，所以自现之所欲要普见三世诸佛门，念呢就是真现，念即是现真，注意警戒念佛门，普一切住警戒中见诸如来次第现故，这些都是德云比丘给善财童子介绍的，
他说